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问题，学了挺长时间汉语，自己说出来的句子不是发音不好，就是声调不准。那今天李老师就来教大家一个练习发音的好方法，说绕口令。绕口令就是 tongue twister。 下面我就来教大家几个简单的绕口令。第一，四十四，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是四十。第二个，我要吃糖，他给我端来一碗汤。第三个，我要去机场，司机带我去剧场。想要说好绕口令，需要多说多练习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赶快练起来吧！再见。